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我觉得蛮 bullshit 的事情这样，所以我真的对我爸蛮无言，我也没有希望他跟我道歉，失望是失望没有错，但我还是爱他。不知道是你，但我跟我妈和解了啦，所以我爸就哎，那爸爸呢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昨天怎么跟妈妈和解？她有看到你直播什么？她应该有啊。她有敢说她很难过？她没有啊，我没有讲错任何一句话，我只是讲话有点直接而已这样。最好跟你道歉，不是说没有，我也没有希望她跟我道歉。失望是失望没有错，但我还是爱她。我觉得外界对你的误会蛮多。随便，啊、我还能做什么？反正我都已经是最强了。我的话，最強だが平気です。他开心就好。不希望他们都那、嗯啊、我觉得我妈开心就好这样。我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我觉得蛮 bullshit 的事情这样，所以我真的对我爸蛮无言的。而且他是那种哦，我问他，他还会不承认的那种。反正无水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把我房间里面的水全都放一堆苦水，然后那个苦水喝起来有够苦，然后我去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，都当作没有。这只是其中一件，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讲，毕竟那还是我爸。只能说人会害怕是正常的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一样，所以我原谅他们。刚刚就有一直提到前女友的这个部分。你前女友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我说他来是出远门，就一生照顾我，还是说他帮他死的？并没有这回事，都是假的。他会打招呼。我妈也从来没帮过洗，帮她洗过内裤。所以是阿奶带你去泰国。错，我自己决定的。再有人说是她做替我做决定试试看。拿一下新闻我都告。爸爸妈妈知道你今天早上出来吗？当然不知道。他没有在家吗？我妈应该还在睡吧。我爸我不知道他已经去哪里了，也没跟他联络。对我来说，我已经没什么需要好担心的，所以我最需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放手。因为台湾是一个很有敌意的地方，那我在一个有那么多敌意的地方，这样，请问我要怎么放手？每个人看到我都很不自然的，精神时光屋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一直反复想要跑走，反复死了很多次的感觉。你会跑到别人家？我以为那是我亲戚家。怎么会觉得是自己亲戚家？我说我那时候很发啊。啊？你那时候发掉，我以为那是我亲戚家，结果不是啊。整个普吉岛变成一个很像一个大型实境节目一样，以我为中心这样，皇室、警察。巫医都有参与到我在泰国的一些事情，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以后再说。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？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回台湾了吗？因为我说过那像地狱一样的体验，请问你为什么一直逼我回想？你就想象我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，然后被一些负能量的人盯上了一样，然后他们想要窃取我的能量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。有在机构还是医院里面被绑手吧？嗯哼，很像是一个精神时光屋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一直反复想要跑走，反复死了很多次的感觉，就这样。这样开心吗？在医院里面是有传出说是有被打的吗？没有，
告诉你入下蛊是怎么下的，好不好？我只讲一遍，以后不要再问我这个人。首先，他把我绑在床上，给我施打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剂，应该镇定剂啊什么的，然后再给我吸一些不明气体，这样。旁边隔着一个布帘，推进来一个不知道几岁的老头一样，做一种类似像那种能量转换的事情。就这样，无法沟通，无法联络大使馆，无法联络我任何一个亲朋好友。我就说了这件事情的黑幕很黑的，越自由的国家哦，法律的边界越模糊啊，不是说法律有管什么他就会照做啊。没问题啊，我本来就去那里做观光的，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单纯去玩的，我也要工作呢。自媒体啊，所以你去那边本来是要拍片子的。有啊，我本来就有拍很多片啊，拍很多很厉害的片子还没公开而已，很猛哦，全台湾都没人拍得出来的片，我成功拍到了。那然后加上开一些店啊，所以有点像是当管理阶层加经营自媒体一样，泼水节。还有跟警察有关的一些片子，蛮刺激的，很像 cyberpunk 的感觉一样。上角一名男子在别人家里走来走去，还把沙发套拿来擦脸，甚至脱下裤子露出臀部。他就是孙鹏和丁毅的独子孙安佐。他在上个月4月22号被泰国当地警方逮捕，原因是因为吸食毒品导致精神错乱，私闯民宅还脱裤裸露臀部。屋主看到后都已经吓坏了，报案将他逮捕。可以看到画面上，他坐在警车里还有点神情恍惚，私闯的过程也全程都被屋内的监视器拍下。其实他在2018年美国犯下恐怖威胁罪，遭到羁押后被驱逐出境回台，已经有前科的他，如今又在泰国犯罪。虽然时隔一个月之后，台湾才爆出这条消息，但是他似乎有看到新闻，稍早也在 IG 发出现实动态，说家里的人有病，还被怪罪在前女友身上，我好可怜。似乎也有所指与网红女友阿乃有关，不过现在他的家人都还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有公开的回应，案情也有待厘清。